今儿个是好日子，咱们谁也不辛苦了啊。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到了头了。咱们村的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，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。不要大哥，我不要。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！王大春回来了，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！大春同志，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，我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。上边这个章程到底叫怎么办？对，你说一说。